千呼万唤道面尊师金秀贤，啊，以一身白马王子碌终于都现身代言的护肤品牌发布会啦。只不过就不知道是因为南韩的海难关系，金秀贤在发布会上面都好少有笑容，表现相当沉重。而现身只是十分钟的他，全程用韩语讲了五次多谢同埋三次鞠躬，你都多谢大家。예비교할비교할수없을만큼많은분들이예또이렇게저를환영해주셔서아정말감이좋습니다조만간예좋은작품소식으로찾아뵐수있도록노력하겠습니다예그때까지예기쁜마음으로기다려주시길감사하겠습니다예그리고홍콩에도자주자주찾아올수있도록예자꾸기회를만들어주시면좋겠습니다네어제공항에서부터수많은팬분들과또기자분들이아주열렬히호응해주셔서너무깜짝놀라게되고요기분좋게진행할수있었던것같습니다오늘여기참석해주신분들이좋은즐거운추억만들고돌아가시면좋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至于被他的风采吸引到的当然是整场的 fans 而且还有罗林、骆彤、骆奕玲、巩嘉欣和张舒雅，所以你说都教授的魅力真的是犀利，真的很兴奋，真的很兴奋。